大家好，我是莲姐，今天来这里摘洋河笋。这个地方好多，被野猪挖过了。这个地方，这里有几个洋河巴肥去煮米酒。上面好多洋河，这个地方好大个啊，这个个头很大，快发开发了。这里这几颗洋河结的洋河笋全部也就吃完了，往里面整。这一片全部挖完了，哇，这个洋河笋好大个，全部是开发的。对啊，这个个头很大的。这颗结了好多啊。哎呀，看，这里还很多小的，就不摘那个小的，摘大个的，小的留着。这三个那个长得很漂亮的，老师放牛的时候就摘这个吃。在这里洗一下，洗了回去再洗，洗掉这个泥巴。像冰水一样。山里面就是这个好，水最好。些嫩的来做凉拌，老的留着煮酒。哇，这个个头最大了，像那个芋头那么大。这个是最嫩的。这个拿来凉拌，切成四块。这个小的切成两块，切得太小了，口感没那么好。拿来煮酒的切成两块，不能太窄。他刚刚干过啊，俺老刀搞，老刀呢？到马蹄糠，哎呀，出来了，这个发出信了，出信吗？洋河笋，这个米酒是自己家酿的，就这样剥开就可以了。哇，好香！网给切成，好香的味道。焯一下水，焯2分钟，
太久太久了就面了。呀，里面是有生姜、大蒜、辣椒、生抽。准备好的料子倒进去拌匀，葱花。好了，这样就做好了。